纸，折纸好好玩，赶快来玩游戏咯。预备，开始。东南西北恰北北，弄破玻璃唔免赔，免赔免赔。大家好，我是优哥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密瓜哥哥。哈密瓜哥哥，我小的时候超级喜欢玩这个的。嗯，我也很喜欢玩这个。我们刚刚念的啊是小朋友的顺口溜，后面有一句弄破玻璃唔免赔，不可以这样子哦。嗯，而且弄破玻璃会被爸爸妈妈打屁股哦。今天要折的呢叫做东南西北，小朋友赶快准备一张色纸，跟我们一起来折，来玩这个游戏吧。那我们一起来，一起玩折纸，折纸好好玩。第一个步骤，先把色纸四边角都向内折，翻过来后，四个角再向内折一次。接下来，把色纸对折变成三角形，再一次沿着虚线对折变成小三角形。沿着虚线打开三角形后，压平。把色纸翻过来后，一样照虚线打开后，再压平。最后拿起来，从下面打开四个角，东南西北就完成喽。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折东南西北吧。小朋友，赶快准备好你的色纸哦。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要把正方形折成三角形，从上往下折下来，角对角，然后压出中间这条折线。那我们也可以放到桌子上，用手去把它压出来。压好之后呢，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打开来。哦，中间这条线就出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旁边一样再折出一个三角形。好，可以放到桌子上，然后把这条折线压清楚哦。嗯，压好之后呢，小朋友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，可以检查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呢？两条折线会变成叉叉，像这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四个角都对齐中心的这个中心点，然后折进去，折出来就会变成这个形状。四个角都要重复这个步骤哦，我们一起来吧。好，我们放到桌子上，往我们的中心点折，哦，我们会折出三角形哦。小朋友可以看一下，刚刚的大正方形拿起来之后，是不是变成一个小的正方形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放回桌子上，我们一样呢是往中心点，这个中心点往内折进去。好，四个角我们都要往内折。小朋友可以慢慢来哦，往里面，好，再压一下，压一下，好，纸会变得越来越厚哦。嗯，那小朋友，你们四个角角都压完之后呢，会发现我们折出了一个更小的正方形。好，小朋友来看一下哦，我们刚刚呢是从这个地方，然后翻到背面，再把四个角折进去，就会变成更小的正方形了。好，我们都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正方形稍微转一点点，把上面折下来，再回到三角形，然后两边稍微压一下，压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它转过来立起来哦，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这边再稍微对折一下，再对折，变成更小的三角形。哦，小小的三角形，小朋友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折出小小的三角形哦。然后呢，小朋友现在呢，把它稍微转到这个方向哦。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两个口袋？有，有两个口袋。我们把这个口袋打开来，往上压，又变回正方形了。然后再转到背面。背面，把小口袋打开来，往上，往上压，哦，三角形又变回正方形咯。哇，小朋友再检查一下，
你的三角形有没有变回正方形了呢？看一下哦。最后呢，这边有两个翘翘的纸，对不对？把手放进去，撑开来。另外一边呢，也转过来，撑开来。然后再把这里面这两张纸也撑开来，把它一个一个打开来。转下来之后，手都放进去，我们的东南西北就完成了。哇，小朋友的手有没有都放到我们的东南西北里面呢？放到里面之后呢，就可以像这样打开，换一边再打开。哇，那我们的东南西北就完成了。第一个步骤，先把色纸四边角都向内折，翻过来后，四个角再向内折一次。接下来，把色纸对折变成三角形，再一次沿着虚线对折变成小三角形，沿着虚线打开三角形后压平。把色纸翻过来后，一样照虚线打开后再压平。最后拿起来，从上面打开四个角，东南西北就完成喽。欢迎我们的佩颖还有佑轩跟我们一起折东南西北，欢迎佩颖。大家好，我是佩颖哦。还有欢迎我们的佑轩。大家好，我是佑轩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好色纸，一起动手做咯。好，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正方形变成三角形，那角对角。好，对齐好之后呢，我们放到桌上压一下。好，这边呢，大家一定要把角对角对齐好，中间的折线呢要折得很清楚哦。好，角对角折好之后，我们拿起来看一下，大家有没有都折出三角形了？有。佑轩有吗？有。好，那打开来，打开来，我们会看到这边会有一条折痕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往另外一边，一样角对角折三角形。这两个三角形呢，都要把它折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折出来中间的折线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折好之后呢，一样，我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哦。中间呢，它就会有一个中心点，然后会有两条叉叉的线哦。接下来我们呢要折出一样是三角形，往这边对齐我们的中心点，这里是中心点，然后线对线。对。好，我们放到桌子上，中心点线对线折好。记得要折出四个三角形哦。好，那折好之后呢，你看右旋已经折好了，就会像这样变成正方形。小朋友们拿起来看一下，有没有一样都折出像这样子的正方形？有，都做到了哦。那现在我们放回桌子上，我们呢一样是对齐中心点，我们要再把正方形变成三角形哦。折一折，这样一直变一直变，我觉得好像万花筒哦。对啊，很多不同的形状就一直出现哎。而且呢，我们都是从正方形变成什么形？三角形。再从三角形变成什么形？正方形。没错，都折出来了吗？有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？哪里？这一面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背面翻过来，是四个什么样的形状？正方形，大家都很棒哦，好神奇哦。这边是四个正方形，转过来是四个三角形，那接下来呢，再折成三角形，角对角，再往下折，好，哇，就把它折成这样的形状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三角形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尖尖朝上，然后一样再对折一次，再一次，三角形变得更小了。哦，那你们来看一看，有没有折成像我们一样的这么小的三角形？看一下，自己检查一下哦。都有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。我们利用这个三角形，然后把它打开来。打开。这边有一个小口袋。嗯。把
把小口袋打开，往内压，往上压，再把三角形变成一个正方形，然后两边压一压，它这边就有一个溜滑梯的形状出现哦。那转过来也一样哦，这边呢有一个小口袋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用手指头把它撑开来，好，一样往上折，噔噔，压一压。刚刚从正方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到三角形，接下来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呢？我们一起用一根手指头拿出来，比一。然后，小朋友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张纸？有。你把它拨开来，张纸，把手指头伸进去。撑开来哦，撑开来，稍微压一下。好，另外一边也一样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然后用一根手指头把外面这张色纸撑进去，撑进去。哦，再把这边凹进去的这两个地方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压一下，压一下，转到背面去，把这里拉出来。上面再压一下，压一下，哦，好像形状变得立体了耶！哇，变得好像一朵花哦。对呀、啊，来我看一下我们的配影有没有完成。哦，配影的做得很好哦，嗯，它做得很漂亮，也可以变成一朵花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看佑轩的，哎，佑轩也做成功了，一朵很大又很漂亮的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手指头。放到下面这四个洞哦，放进去。那你可以来动动看，看你的这个花呢，是不是可以动来动去的，很轻松自在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表示你的东南西北成功咯。哇，如果可以这样动一动就完成了。耶！第一个步骤，先把色纸四边角都向内折，翻过来后。四个角再向内折一次，接下来把色纸对折变成三角形，再一次沿着虚线对折变成小三角形，沿着虚线打开三角形后压平，把色纸翻过来后，一样照虚线打开后。再压平，最后拿起来，从下面打开四个角，东南西北就完成喽。那现在呢，大家都学起来怎么做出东南西北咯。那其实啊，东南西北可以这样玩游戏之外呢，你们看前面，哇，小朋友啊都可以发挥创意哦，可以涂上五颜六色的色彩，就会变成美丽的什么东西啊，花。哇，小朋友都可以像这样子呢，把它摊开来，然后呢就可以在这边画画咯。哦，在里面画画，嗯，而且还可以这样张嘴巴。我也想到有另外一个画法了。哦，什么画法？哎，我先来画，我先不告诉大家。我要偷偷看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呢，你可以画上一个笑脸。哦，笑脸，画上眼睛。还有什么？一个微笑的嘴巴。那我来画一个生气的脸好了。哦，生气的脸。哭哭的。好。画上一个生气的脸，生气的脸，把它连在一起。这样子还看不太懂是什么？小朋友，你们看得懂了吗？小朋友，你们看一下，我看得懂。好，佩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会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就会跟他一样是微笑不微笑，微笑不微笑。哦，真的，这样你也看得出来？我来看一下哦。把它打开来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哈密瓜哥哥画出了什么东西呢？准备哦，尖尖。哎，这是生气的脸。这是生气的脸。对。那我再来换另外一边，尖尖。哎，这是什么的脸？开心的。真的耶，好好玩哦。这
是生气的，这是生气，开心的，开心的，这是生气的，这是开心的，好好玩哦！所以小朋友都可以自己画一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可以画出不同的表情，在这个东南西北里面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什么游戏呢？我们除了呢，可以在这里面啊画上你的笑脸之外啊，你还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总共有八个格子，你可以写上不同的游戏哦，不同的小指令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同的小指令，然后在背面这边写上东南西北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谁会得到小指令，谁可以得到我们桌上的这个蛋糕，今天的大奖，谁想要啊？我也好想要，而且我要先把这个转一转。对，转一转，我们都不知道哦。我们都不知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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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先，我们先让小朋友选好了。好，先让你们选。我们要先写东南西北。东，你要哪一格？你是东。你一定要。你要这一个。好，那先帮他写东。东。好。佑轩，你是北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北，我要选这个。这个是北吗？好。北。那我让你先选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那我要紧张吗？南。好，我要这个南。南。那我就是西。你是西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东南西北都写出来喽。好，为了公平起见呢，我不能看到里面。我能看。我这样把它捏起来。好，捏起来。好，打开来。好，我要转过来喽。好。那配影，从配影开始吗？配你是东，对不对？要几下？你要几下？选一个数字。76下。76下，太多了。等一下，哈密瓜哥哥，你要规定几到几？好，那我们1到20好了。1到20。1到20。那我要7号。你要7号。7下。好，你是东7下。好，开始哦。准备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东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？三连拍。好，所以你要帮我们做出三个三连拍的 pose 哦。嗯，这是你的指令，预备，预备。救命！第一张，再来第二张。哇！第三张。哇，我觉得很厉害，你加码送我们一张好不好？多一张好不好？多一张。1、2、3。好，那换佑轩先好了。佑轩好期待。佑轩是北，对，你要1到20选一个数字，六。六。准备哦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这是什么？六上面写什么？吃蛋糕。哇，得到大奖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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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最后再来吃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还有哈密瓜哥哥跟优哥姐姐要玩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放回去。好，我们先放着哦。好，哇，你好棒，你得到蛋糕，那这是我先好了。好，我是男嘛？你是男。好，男生先。男，我1到20，我来选多下一点好了。好，15下。好，15下。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这上面写什么？喜怒哀乐。喜怒哀乐，所以我要做出喜怒哀乐的表情。对，你可以的，你超厉害的。好，准备。那你们要给我指令哦，预备。喜怒哀乐。好，好厉害哦。来来来，压轴，压轴重点到优哥姐姐，你的。我还有吃饼干这个选项吗？有哎，哎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吃饼干哎，我还有一个机会，好好好，你还有一个机会，1到20，你们觉得要多少？你选一个，八也是，我选，我自己选，八，我要自己选，好，那你自己选，我看九，准备哦，预备，紧张哦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吃饼干，十，啊，什么？屁股写字，
选数字好了，那你来选一个数字，一到五。一到五。一到五，你选一个数字。你选五，那你呢？简单一点，选三好不好？三，三比较难。一啊，那我们就让优格姐姐来写一五九。来来来来，好好优格姐姐，来，我们请到这边来。为什么我是屁股写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先写第一个数字一。一。第二个五。五。嘿。还有上面那一个。好，有了。九九圆圆的呀，完成！谢谢你的拍手。我也好想要吃蛋糕哦。我们就看看我们的佑轩会不会跟我们分享喽。佑轩，好了，佑轩肚子没关系，这是他的奖品。对呀。所以小朋友呢，利用这一张东南西北啊，可以写出一些小游戏，跟爸爸妈妈、好朋友一起玩呢。对呀，佑哥姐姐小时候最喜欢玩东南西北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玩折纸，折纸好好玩。这次要换，要换，好，要换哦。那我吸好了。好，你吸，好，你吸几下？吸五下，五下，一二三四五，屁股写字，换你写，好，你。今天的东南西北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赶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玩看哦。下一集哥哥姐姐要教大家折的是相扑力士，小朋友们要记得准备好色纸以及色笔，跟着我们一起折出好玩又有趣的相扑力士，拜拜。